我每天都会给你们一个包裹，今天的包裹都给你了。在铜鼎前放着一束鲜花，要怎么样才能开启机关，解锁道路呢？是时候开启锦囊了。机关开启了，一条通路出现了。哎，这后面有什么？咱们去看看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柔情世故。卷残云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柔情世故。饶命饶命，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宝弟曾经拒绝了我们的女人回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现在还在回忆起她那蛇鳞划过我獠牙的触觉。哼，亏你恨我是孪生兄弟，怎这般拿不定主意？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把她引到黑豹子种的神树那边，让那只煞吃了她。你们是谁？这么盯着我干嘛？你好薄情寡义，你居然认不出我们。哦，你们是被我拒绝过的第一万开外的某个相亲对象。真是红颜未老恩先断啊。既然如此，休怪我们下手无情。我认识你们吗？我一方债主承家中之命与你结亲，
你拒绝，还当那么多人的面拒绝，为什么？宝弟，他不搭理我们怎么办？哎呀呀，还能怎么办？那就叫煞上场啊！谁呼唤了我？美味佳肴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与我无缘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依依在这儿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与我无缘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
人家可久等了呢。卷残云，柔情世故。姨在这儿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与我无缘。姨在这儿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柔情世故。姨在这儿呢。试试这个。人家可久等了呢。人家可久等了呢，与我无缘。毁灭吧！人家可久等了呢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完了完了，黑豹子一定会发现他的树被冻了。哼，我们先撤，和海无沙的仗有朝一日一定能逃回来。啊，他们刚刚说什么？黑豹子，传说中西西里姿如虎豹，鬓如黑昼。走，我们快去前面看看。